多数人都觉得想要淡化斑和提亮自己的肤色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，其实你们有想过有什么原因会造成斑更加严重呢？主要原因都是我们都不能离开手机和电脑的世界，例如手机、电脑辐射、UV 电光辐射，还有迟睡觉也会造成斑变成更加深。其实斑有分成几种类型，可是最常看到的是雀斑、老人斑、荷尔蒙斑和痘痘皮肤，但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好，除了做治疗、运动、管理自身压力和均衡饮食之外，你们可以随着我们 Shakura 的方式在家淡化斑。我们 Shakura 有一套产品是专门给在家的护疗，那就是 Bright Ex 的产品。这个产品拥有维他命 C、维他命 B3 和富明酸成分。这产品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分解黑色素，不要让斑这么容易上来我们的表皮层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可以帮你压着你的黑色素母细胞，没有这么容易产生斑。之外，这产品也含有六个抗氧化的原料，例如樱花、薰衣草和洛神花等等之类的。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洗脸霜，它可以给我们皮肤达到一个比较健康又有光泽的皮肤，最主要的含有薰衣草成分，有助于暖和皮肤。第二支是 toner， 它可以帮助减轻黑斑，还有可以让皮肤变得柔软，拥有抗氧化和提亮我们皮肤的肤色。接下来是我们的 essence， 它是有足够的富明酸的成分，能够帮助压着黑色素母细胞，不要给它产生斑，所以我们的底层和表皮层都能达到健康的皮肤。下一个是我们的 moisturizer， 它有足够的维他命 C 的成分和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皮肤和缩小毛孔。最后的是我们的 day cream， 它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肤色变得更加均匀，也可以给皮肤自然光泽和增加皮肤弹性。最后我给你们知道一下这产品是如何使用的，就只有早上需要擦 day cream， 晚上就可以加一个 sleeping mask。 现在产品有优惠，可通过 Shakura 的网站购买哦。每天跟着这步骤去做，相信很快就有效果了。